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好奇发。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狂欢节到了，你们的购物车是不是已经塞得满满的了？就等着马爸爸的一声令下，开始疯狂的下单付款。为此，发发也贡献了一点小小的力量，斥巨资买了一款小时候的怀旧玩具火石球。屏幕前的小伙伴，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火石球是长什么样的，怎么玩的？估计有一部分小伙伴脑瓜应该是嗡嗡的吧？没见过的，下面就带你们看一下，这个东西很好玩的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，拆开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个盒子一打开，里面就是两个这么大的一个球。这种小球呢，可不是我们平时手里玩的那个弹珠，也不是放在手里把玩的球。它的玩法就是把这两个球放在一起进行撞击，然后这个球就会发出一种像鞭炮一样的爆炸声，并且带有火药味。因为这个球的表面是类似于火药的东西，所以将这两个球进行猛烈撞击的时候，它就会发出啪啪的声音。下面就让我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我们一只手拿上一个球，然后不是正面撞击，是侧面找好角度，就像我这样子，听到没有？它就会响，听到没有？这个声音更大，很响，看到有在冒烟，发现没有？刚才冒了一股烟过去，那这个超级响。但是我这个灯光比较亮，可能看不到火花。下面我把灯关掉看一下，我去，这么响，这么响都没有火花吗？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是有火花的呀。哦，兄弟，我去蹭到我的手上面了，差点把我的手蹭破皮。但是这个东西和我们小时候玩的好像不太一样，可能是它的火药不够足。我们小时候玩的经常可以打出来火花，这个玩意它只是超级响。哦去，又砸到我自己手了，听到没有？离近一点给你们看，特别响，玩这个得小心一点，千万别砸着自己的手，很响，这个很响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，但是我估计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没有见过这个火石球。这个火石球到底是什么构造呢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今天呢，我就准备给它砸开，看看它内部是什么，是不是也是像外表一样的火石。拿了一把锤子过来，现在我就准备给它砸开看一下，它这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构造。我们砸一个看一下啊，应该不会砸爆了吧？对，哇，好响！我去，这么硬吗？你们发现我砸的时候，这里火药也会炸，这玩意真的好硬啊！都是火药味，但是砸不开啊！稍等，我去开个挂，马上回来。我去，刚才在楼道里砸石头，邻居都出来了，问我干嘛，把楼震得地动山摇。但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还是只是把它砸开了一点点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球里面到底是什么物质，我好像没有见过，但是特别的坚硬。大家看啊，这个外表就是绿色的，但是砸开里面呈褐色，像黄土一样，又像砂石。我确实没有见过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物质，反正100%它不是火药，也不是火石。好了，屏幕前的小伙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或者玩过这种火石球。这个火石球一直是留在我们童年的经典回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提议，可以在评论区评论，或者直接打在弹幕上。记得给发发的视频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